好，今天要跟夫人来去看酋长，不去酋长岩，去拍酋长岩。这边用4K 60就好了，今天没什么人在拍，一只炮两只炮，了不起三只。目前看来都没有，这个点不错，因为它可以拍到左边那只跟巢穴。我先看一下巢穴里面，巢穴又要再放大四倍看。有，妈妈一直出来，一直要出来，你看，看，一直要出来了，有没有母鸟？有没有？有，真的哈、哦啊，出来出来啊！右边，对，站了，站了。哦，太神奇了哈、哦，这个点。因为它撞巢穴坑，是吗？啊？它撞巢穴坑。对，你看它站在这里啊、哦，这里。这已经是放到最大了。好、哦，刚好拍到它出来了，你看多厉害！现在看不出来哈、哦。这还是太远。啊、哦。那、哎、你如果站在巢两面，看不到。雏鸟它再大一点我们就看得到了，其实现在雏鸟它如果站起来，母鸟回去喂的时候站起来我们就看得到，问题是现在等它回去喂，因为我现在要看巢穴里面，我这画面抛出去人家会以为我是用空拍机拍的。哎，现在自清一下，现在这样录画面，现在是酋长岩，大概3200毫米的焦段，然后可以看到这边是巢穴，这边是公鸟，母鸟刚才从巢穴飞出去，再放大四倍，这也是巢穴，但母鸟从这边飞出来刚好拍到，好、哦，这个不是空拍机画面，这是那个，我平常在酋长岩看到了好像不是这样，但飞了，谁？左边那只。左边没有飞啊，出来了。右边还是右边那只？左边出来了，已经出来在天空了，海上的天空了。你呢？你追吗？这里。我抓到了，飞了。它是停到石头后面去了。啊，空拍机。啊？空拍机、啊。空拍机，对。因为母鸟没飞啊。它刚才从那个头上飞过来。酋长岩头上啊、哦？对啊，他们真的没发现。空拍机啊。哦，但是志工也都是不会通报啊。嗯。对啊。你看，啊。我看。他赶紧。有。好，不要拍空拍机了，那个无解的。他从公鸟那个位置啊过去。哦，我看一下母鸟巢穴上那个地方出来的，我以为是母鸟还在啊，看母鸟探头，你看母鸟探头，母鸟在这，等一下、啊、右边母鸟，你看这里才是母鸟，对啊，这一棵树我有印象了，之前那个我有拍的角度就是看一公一母站上面跟下面的。它是巢穴很隐秘的，因为刚才母鸟出来的位置啊，其实是在很里面的山壁旁边的，不是前面草堆而已。它里面腹地广阔，先看巢穴。今天的目标还是观察看几只雏鸟。你会不觉得去酋长岩这样看比较有意思？这边太远，不过这边就是要看雏鸟几只而已，下礼拜来才会真的才能看到雏鸟探头。现在几月？4月16。16的话，大概2229这时候，29吧，29、30，雏鸟就可以看到，这边就可以看到雏鸟了。那就草。站在下面那个最下面的。谁？我们现在对。对巢穴啊。对，他有去哦，去那边拿食物的时候会，但是那边都站不久，因为他太
低了，太靠近人群了。来来，妈妈，有在动了，潮蟹有在动了。你看那个有没有？哪边？巢穴里面有在动。我跟你讲，看哪里？来来来，这里，这里在有在动，这里。你现在是对是对这个洞。对。啊，右边这个不是还在动？刚才我俩不是。没有没有，这边是平台上面的，这边底下不通，然后这也是大平台，它以后可以从这里走到这里来。我们六点就走了，现在五点半了，太晚了。5:40，我们再等十分钟好了。哎，有！哎，又不动了。这样子看，这样，你这样看就看得到了。我看不到。老花而已啊。哎呦，出来有没有？出来，它盖得到吗？是老花的，再看雏鸟看怎么看。你手不要挡在这。开始录影了，来看。当然太吵了。不会，我尽量录太吵，我不怕。来，看雏鸟探头来。有在动。对啊。对，有羽毛在拍翅膀。有出来。对。到底几只？我不知道，目前可能只有一只在动啊。它被这颗石头挡住了没有？有。这是第一手资料。对。这是今年第一次有人拍到雏鸟，第一手画面。除了刚才那台空拍机有可能拍到，对不对？也有可能拍到。哎，雾掉了。雾掉？有啊。没跑出来了。等到我来了没有？没关系，回去我再紧张。回去再自己看看。那前面一个女人在绑头发，绑长头发这种姿势，竟然不看，去看什么雏鸟探头？哎，有一次进去了哈，哎，还有人飞过去，母鸟没动，母鸟还在，哎，黑人从我前面飞过啊，这太难对焦了。我觉得今天拍得很漂亮，就是有拍到母鸟出来，运气真好。